今天对于购车师来说啊，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我们做了10年的汽车影音，加上我之前在一手车讯做17年，我印象中我好像没有试过玛莎拉蒂的车子，但是我对玛莎拉蒂很有印象。有两个，第一个，我爸爸以前有个朋友，他就是开他的几代前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跟法拉利并购，还没合作的时候，一台很老的玛莎拉蒂，我那时候对他印象非常非常深。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在1996年去意大利试 F360 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他们才刚刚要合作，我还有看到他的上一代的伪装车，然后甚至包含看到法拉利正要盖他的风洞。那现在我们终于试到他了。那我们今天试的车子是一台标准的4门 GT 房车，就是玛莎拉蒂的 Quattroporte。那我们今天试驾的是 Gran Russo 的 GTS 最高版本的规格。其实它另外还有两个6缸的等级，一个是 SQ4， 它是728万，以及最入门的350，它的售价是568万。除了引擎的差异之外啊，其实它的传动方式有些不同。最入门和最高，我们今天试驾的最高规格它是后轮驱动，中间那个等级是4轮传动。我们来看它的车身外形啊，其实它算是一台4座的标准 GT 房车。它在外形上，第一个，它的轴距和车长比640还要更长，还要再放大。我记得在轴距的部分好像多了20公分，车长的部分多了27公分。那我们来看它的整个车头造型。首先，第一个灯具，还有整个非常修长的车身，头灯的配置远近光都是 HID， 但是有 LED 的日行灯。比较重要的重点就是第一个厂徽附近有很明显的镀铬材质。另外一个重点，它有考量到空气力学，所以它在水箱护罩内侧，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些可以自动启闭的这些遮板，主要就是考量到一些空气力学。当你今天不需要的时候，或是你需要用到散热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启闭。那另外在比较高阶的主被动安全，包含了跟车系统，包含了车侧盲点，包含了车道偏移，包含了360度的环境摄影。这个套件是要选配的，它的选配价格，它是整个包套的，选配价格是25万台币。我们接下来介绍它的车侧啊，首先第一个，它的轴距超过了3米，达到3171mm， 在车长的部分5264 5.2米的车长，车宽2米1，车高1481mm。另外在悬吊的设计，前双 A 背后多连杆。轮胎的配置在入门的版本19寸，那顶级的版本是20寸。轮胎的尺寸前24540R20，后28535R20。另外在刹车系统的部分也是比较高规的，前6后4活塞，刹车碟盘直径达到 360mm， 后面是 345mm， 而且它是打孔通风碟。在车侧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是标准4门的房车。第二个部分在前叶子板上方可以看到很经典玛莎拉蒂惯有的设计，在全车系都是标准的设计，就是这个散热孔。然后在上方有一个标准尺寸的天窗，后面有鲨鱼鳍的天线。另外在玛莎拉蒂车系一样，在C柱这边有一个它标准的厂徽设计。整个车尾的设计看起来非常的圆润，比较有运动化表现，其实是在四处的排气管，而且它有可变阀门的一个设计。尾灯的排列包含内建的灯泡全 LED， 比较重要的重点就是在后方还是有点镀铬饰条点缀，包含了一个倒车 CCD， 然后左边写的它的车型是 GTS， 右边写的它车名 Quattroporte。接着我们介绍它的引擎规格动力。首先，引擎盖打开这一块的引擎盖是铝合金的，有油压顶杆，当然也会有隔热棉。JGV8 的引擎是它最高规格的动力，它是 3.8 V8 双涡轮增压引擎，最大马力530匹，在6500到6800转会产生。扭力的表现有650牛顿米，在2000到4000转会产生。搭配的变速箱统一都是8速的手自排变速箱。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玛莎拉蒂刻意的在这辆车上面大量的使用铝合金材质，整车包含的车身、包含的底盘比例高达60%。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重点，我相信常看购车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如果你买这些高单价车款，
有一个很重要的配件，就是在避震器座上面这边，它是搭配了电子避震器。只要有电子避震器的车款，其实你在驾驭起来，它的功能性会更好，以及可以接受它的消费者会更广。我们接下来介绍它的尾箱机能之前啊，有一个配件也是要选配，它选配价格是70,000，就是你钥匙只要拿在手上，脚往后面一踢，就可以开启尾箱，包含了关闭尾箱，也是脚一踢就可以做关闭了。打开尾箱之后，这个容积达到580公升的行李箱，在整个行李箱的宽度表现非常好，而且深度表现也非常棒。另外一个就是它并没有陶甲箔，所以它的行李箱的落差也没有很大。原厂号称可以放3组高尔夫球具，那当然你要更好的空间吸能，你可以把64分力椅背倒平，可以达到1700公升。然后在帐板下方，其实它是有2层的，第一层有一些隔板做一些物品的归类，然后在下面那一层可以看到打气机和补胎机。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坐到 Quattroporte 的后座，我非常的讶异，就是它第一个膝部空间非常大，3个拳头。其实啊，只差在后座，如果有一些电动调整的座椅，它其实可以当后座买家的车款。然后在车窗上呢，也有一些特色。第一个就是它的窗户和遮阳帘是2段式的，你如果把窗户关起来，再关第二段的话，它是电动的遮阳帘，包含了后方也是电动的遮阳帘，在后面这个控制中心这边可以做控制。然后在后方一样有双区恒温空调，而且它出风口除了传统的位置之外，在 B 柱也有2个出风口，然后后面有2组儿童安全座椅的固定扣，中间还有一个扶手，这个扶手打开里面有2个杯架，以及后方还有一点置物空间，而且很难得就是后面有2个电源供应，一个是 USB， 一个是12伏的电源供应。地板弧形的面积稍微大一点，因为毕竟它有4人传动的车款。但是我觉得这辆车给我印象非常深，就是在 B 柱之后，首先第一个就是它乘坐的品质也是很棒，第二个部分就是它的空间表现超乎你想象的好。我们来介绍玛莎拉蒂 Quattroporte 的 Gran Russo GTS 的内装配备。首先居然它是 Gran Russo 等级，所以它的内装的质感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你可以客制化，包含了中控台T字造型上方，包含了车顶棚，包含了座椅，包含了木纹饰板的颜色还有材质都可以做选配，都可以做客制化的。首先我们来启动引擎，它有引擎的启动钮，包含了4个门，车门的感应钥匙，最明显地方包含了临时出风口，中间有一个很经典的时钟，以及下方有它的多媒体的资讯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了 Apple CarPlay， 你有 Apple CarPlay 之后就可以做一些导航，包含了电话接听的功能。当然，一般传统的音乐资讯也都具备。然后下方空调系统是双区的恒温空调，以及后方也有双区的恒温空调，所以空调系统总共是4区。在主被动安全的部分呢，被动安全6G气囊，全车系都是一样的。主动安全当然也有循迹系统了，非常精致的。的变速箱拨杆搭配的是8速的手自排变速箱，但是在操作这个变速箱要花点时间去适应，因为它在操作上有一点 KK 的，也就是说你在打 P 档、R 档、N 档、D 档的这个行程非常短，所以你要花点时间去适应。而且在排挡杆旁边有非常丰富，你可以更多自主性、提高驾驶乐趣的按钮，包含了第一个 M 就是变速箱切换为手排模式。还有一个 ICE 的雪地模式，以及后面有个 Sport 模式，加上在后面有个避震器，它可以直接调整避震器的软硬，因为它具备了电子避震器。那后方的这个2层的旋钮，这个旋钮有一层是控制音量大小声，然后下面这个旋钮你就可以控制你要这个萤幕的画面，你需要做什么样的设定都可以在这边做控制。方向盘一样是3幅式的，在方向盘后方有非常有质感且运动化表现非常强烈的方向盘换挡拨片，左边有定速装置。我们刚刚强调，如果你再多花25万，你可以选跟车、车车盲点、车道偏移，以及包含360度的环境摄影。大灯雨刷都有自动启闭。另外，它在很多人会觉得说，为什么方向盘上面没有音量调整？其实它在后方，就是在方向盘的后面和换挡拨片的中间这个地方，它可以去调整音量的大小声。右边的控制键主要就是控制它仪表板，中间也有一个非常有质感的彩色的资讯幕，这个资讯幕可以告诉你目前你的车身动态的
设定是什么，以及传统的旅程资讯。这个萤幕的显示资讯非常丰富，但是很可惜并没有中文化。那我觉得它在外观和内装的用料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它的塑胶件比例还是有一点偏高，以及它塑胶件，尤其在内装座椅上塑胶件接合的地方的公差还是稍微有点大，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有在加强的空间。两辆座椅都有电动椅，也有电动的腰靠，这两辆座椅的整个支撑性表现其实是偏向舒适的，但是它的整个大腿的支撑表现很好，而且背部的支撑加上它有电动的腰靠，我想女性驾驶会很喜欢，因为它的腰靠的，就像我现在把它缩到最内侧，它的腰靠还是显得有点突出啊。不过它整个舒适性，就是你坐在这个座椅上，不管是皮质的触感，甚至包含的发泡棉的厚度，以及乘坐起来的舒适性表现都没有问题。虽然我第一次试驾 Quattroporte， 可是我觉得这台车啊，给我非常深的印象。首先，我先讲一些技术上关于动态驾驶的表现。任何人上这台车，第一印象，你只要去转一下山路，你就会发现它有非常好的车身平衡。这取决到它的车身配重做得很好。原厂好像有说它的配重是50/50，所以你在转方向盘的时候不会有大车的负担，因为它的车长、它的轴距，其实它的整个规格啊，已经接近后座买家的车款，可是你开起来却没有后座买家的笨重感，也就是说它的灵活性表现很好。透过几个部分，虽然它的方向盘是电子辅助，而且不会去调整它的辅助力道，不管你切到运动化模式或一般模式都一样，但是方向盘你在转的时候很准。第二个部分就是电子避震器，我们现在设定是 Sport 的模式哦，而且避震器设到最硬，你都还可以接受它的避震器。前面双 A 背，照理讲，你如果电子避震器调到最硬的话，其实会非常跳，可是它并没有。相反的，你拨到舒适模式的时候呢，它也不会太软，所以是刚刚好。你如果把它想成是一台超跑，它当然悬吊是不够的，可是你把它想成是一台可以在直路行驶非常舒适的 GT 房车，那它的整个悬吊的设计是我认为非常非常的棒的，而且你可以做设定，自主性更高。你的整个驾驭的过程中，如果今天换到你老婆开车，你把它调到一般模式，自己开把它调到运动化模式，其实不要说驾驶者，乘坐者也都可以接受。再来一个部分就是引擎，这具引擎的出力，它真的维持法拉利的水准。它的整个出力的踩踏，你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它是后驱，它并不是四驱。我们今天试车，难得今天试车是好天气，就是没有下雨啊，没有下雨对我来说就是好天气啊。你如果碰到下雨天哦，你在油门，尤其在出弯的时候踩油门，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这种涡轮增压车，当今天涡轮压力变成正压的时候，而且它变到高增压的时候，你在弯道如果油门踩稍微深一点的时候，就算有循迹系统，这个时候还是会让你手忙脚乱。不过我认为山路行驶并不是它的强项。第一个，它的市场在北美啊，不是在台湾啊。台湾当然也有在卖，可是我觉得这种车适合就是洲际公路。直路行驶的时候，第一个空间够，第二个质感很棒，第三个动力性能也够，然后整个移动的过程的质感非常好，加上噪音抑制的也非常低，所以你在那种譬如说从 LA 开到旧金山这种洲际公路，你开这种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享受。那换到台湾，其实在高速公路行驶你一样也有同样的感受，但是在山路行驶的时候呢，它没办法完全去发挥它的引擎性能。可是正常的速域、正常的油门踩踏，不管是油门和刹车的掌控，或是方向盘的转向，你会很有信心，因为它的处理是非常的细腻的。再来一个就是方向盘后面这个换挡拨片，它不会随着方向盘转弯，这个跟大部分都会随着方向盘转弯的设定比起来，你要花点时间去适应。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比较急的弯道，你在弯里面如果要降档的话，你必须还要一个手要离开方向盘，去拨这个换挡拨片，又或者你就干脆把它拨到自排模式。其实它的变速箱是蛮聪明的。那我第一次接触这台车，它给我非常深的印象，包含几个。第一个就是你要有质感，要有性能，要有外形，以及要有空间。这台车几乎是集合所有你要买这些车款，你可能要花很多钱，可是它去集结了这些配备、这些空间机能。所以我认为玛莎拉蒂如果它在台湾，展示点可以扩充了很多，又或者是
它的整个市场的市占率可以提高，然后可以让车价再稍微降低一点，然后让保养的普及率可以变得更普及。我认为这台车它不会输我们印象中的那些豪华进口品牌，整个动态的表现也好，性能输出也好，空间机能也好，还有内装质感、科技感，甚至你选个跟车系统那些，它几乎跟你印象中的那些豪华进口品牌比起来，它不会输。可是可能就是因为卡在就是展示点还不够普及，然后市占率还没有起来。我认为这台车，大家去试完车之后，也许你印象中的口袋名单会多这台车，因为它各方面的感觉是很全面性的。尤其这具引擎啊，来自法拉利引擎，它和 California T 是同一具引擎，虽然马力输出不同。比较遗憾就是这台车，我觉得应该把它拉到大鹏湾去。我相信它的动态表现会和我们现在在山路行驶有很大的不同。山路行驶，我觉得它因为车身集聚的关系、轴距的关系、车长的关系，加上它有些设定呢，它还是要兼顾到一般的大众的消费者，所以悬吊有点偏软，方向盘辅助稍微轻了一点。但是如果在赛车场上的话，也许它会有不一样的动态表现。希望未来有机会把这台车拉到大鹏湾去跑个两圈，我相信你会发现，它除了具备原本的机能性、原本的豪华舒适性之外，还多了更棒的动态表现。那我们在一般的五指山山路试，我只觉得就是它的车身真的太长了，所以开起来其实在山路并不是它所擅长的道路。